像不清楚，不用担心，米 UI 新增录像点击对焦。听歌看词，多余的歌词空行您也能够智能去除，歌词界面更加清爽。电话贴九搜索增加注音快捷拨号方式，台胞们也能快捷搜索联系人。这些就是本周的更新推荐，咱们下周再见。